里呢，我们做了两片弹力松紧，帮你干嘛收起来。它就是那一种凉凉的西装裙，然后呢，但是西装裙我还是把它做的可以上班穿，可以帅气穿，可以休闲穿，所以有三种穿搭的方式。想一下，这个拉链是可以开的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开的必要，它就是一个修身显瘦、视觉设计造型感的一个长拉链。然后车了两个大口袋，也跟上每年都流行的工装元素。然后这一件呢、啊，提醒大家，你的屁股、你的肚子都是舒服的，小心机帮大家设计一点不一样的那种视觉效果，以及呢，它的包覆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哦，整个啊，让你整个缩腰的那种视觉效果，但是完全不会紧勒，完全不会让你不舒服，让你啊这个穿超级无敌弹性的哦，然后正常尺寸带就 OK 了。那后面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完全不会贴臀，然后整个非常非常的棒，然后整个那个剪裁以及版型啊都做得非常的好。